闲云野鹤，快上。从九州开始，你猜一下这个是什么植物？啊，这是蔬菜啊，这是蔬菜，这是蔬菜，这是蔬菜，有点提示吗？只不过这是蔬菜里边的那个，就是那个它的母体，它的母体。猜一下吧，秋葵。九州，你要上前面。为什么呀？哦，这个不是这样的啊，这是白菜。等一下，九州，你们家是哪儿的呀？东北的。东北出秋葵吗？你怎么认出来这是秋葵的呀？我看这个有点这个秋葵这个样子，但好像不是秋葵，秋葵是那种硬硬的，是吧？那就这样吧，首先一点，我恭喜你答对了，真的是秋葵。这不是白菜吗？你们家白菜长这样，吃过白菜吗？对呀、啊，它不是个黄花菜吗？不是、啊，我是看错了，我以为。你怎么做到的呀？真的是秋葵。恭喜你们答对一道题。这也可以啊。